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第四条戒。第四条是妄语戒。佛在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一开头给我们开示，不能打妄语啊，乃至戏笑妄语都不可以啊。戏笑是开玩笑的妄语。那么我们一般讲这个开玩笑的妄语啊，觉得无伤大雅啊。佛呢也是告诉我们呢啊，也要避免啊。在这个戒律来讲啊，这个戏笑的妄语呢不结罪啊，无犯啊，不算犯戒啊，但是呢也要避免。那么经文啊一开始给我们讲这个犯的最严重的啊，就是大妄语啊。在大妄语当中举出未证言证，自己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为了名利啊，为了让别人来恭敬供养，那么就打妄语了，说自己呢证阿罗汉果了。这个阿罗汉在我们佛法来讲啊，是小圣的圣人啊，就是小圣佛法修毕业了就叫阿罗汉啊。在经文里面给我们讲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的意思啊。他学习到这个阶段呢，已经脱离六道昏断生死，他不需要再到六道来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个初步的阶段性他毕业了啊，就像我们在世间的学校念书啊，小圣这个证阿罗汉就像小学毕业了。那么在佛法修学呢啊，证阿罗汉果呢就是在佛教的这个小学毕业了啊。那么毕业的标准呢，就是你有能力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把这个昏断生死啊，昏断就是我们现在在六道里面呢是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啊，昏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啊。我们现前呢的情况啊，就是在六道里面受昏断生死。那么证阿罗汉呢，这个六道里面呢这个轮回昏断生死它就没有了，它就没有了啊。没有到哪里去呢？到四圣法界。在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了这个有四土，那么阿罗汉呢他证果了，他就往生到方便有余土。这个四土第一个是凡圣同居土，第二个方便有余土，第三十报庄严土，第
意思是常寂光净土，这是每一尊佛的世界都有这个视图。那么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以及一切动物生物，都是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有圣人住，也有凡夫住，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那么圣人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共同居住在一起。凡圣同居土啊，在所有十方世界呢，所有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轮回。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世界，它也是有凡圣同居土，但是它那个世界呢，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的。所有一切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有三恶道。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而且那边的人啊，那边的人天人个个都是无量寿啊，而且他四土合在一起，彼此没有障碍。这个跟其他诸佛世界呢就不一样了啊。其他诸佛世界上面的通下面当然没问题啊，但是下面呢，你与上面的世界呢，你就见不到了，你有障碍，你看不到他们的世界。但是上面的当然看得到我们下面的世界。啊，比如说方便有一土的阿罗汉啊，那么他到我们凡圣同居土来啊，他爱来就来，爱走就走啊，他看得清清楚楚，六道里面的事情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没有障碍啊，他认识我们啊，他来了我们不认识他啊，就坐在我们旁边的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很明白啊。这是讲啊，这个阿罗汉啊，他居住的世界啊，叫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他还是有层次的啊。阿罗汉上去呢，同样是小圣啊，这个辟支佛啊，就是圆觉啊，他也住方便有余土啊。还有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佛啊，就是四圣法界的菩萨跟佛，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在天台中讲啊，叫相似即佛啊。那十法界的佛也住方便有余土。那么方便有余土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四圣法界它没有六道了啊，这个六道生死轮回呢，在那个世界没有啊。那么四圣法界只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啊。我们六道里面呢是分段变异两种生死都有啊。那么我们念这个中翁国师三十七念啊，中翁国师在这个开示白文里面也讲，一举弘明超二死啊，这个二死就是变异生死跟分段生死啊。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两种生死同时超越了啊，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它的殊胜，它的特色。啊，其他的法门呢，先了分段生死，然后再了变异生死。啊，那净土呢，是同时超越的。
那么最特殊的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度。啊，阿弥陀佛的上三土跟其他诸佛世界呢一样啊，都要断见思烦恼啊，破无明啊，断见思烦恼生，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生方便有余土，破无明呢生十报庄严土。无明破尽了，那常寂光净土就完全显露了，啊，究竟成佛了。那么这个所有诸佛世界都是一样的。那么最大不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那么我们修净土，就是不需要断见思惑，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我们还是凡夫的身份 啊，但信愿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我们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是人的身份，啊，人是凡夫啊，啊，天道的天人也是凡夫啊，没有出离六道啊，甚至呢三恶道啊，他们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也可以从三恶道直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人道的这个身份啊，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就是以人的身份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就是从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移民到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还是人，还是人的身份。但是呢，我们只要一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虽然是人，但是他那边的凡圣同居土所有的天人跟十方世界六道里面的天人 啊那个受用享受啊，神通道力能力都不一样的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啊，纵然下下品往生啊，我们念阿弥陀经都念到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呢最少是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那么他的神通道力几乎跟佛差不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往生到西方净土马上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这个世界呢最特殊就是凡圣同居土。啊，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品烦恼没断。啊，你不能说他是圣人啊，圣人最少你要证得位不退啊，小乘呢虚陀洹果啊，那才能算入了圣人之流了啊，入流，入了圣人这一流的了啊。我们这个见惑呢一品也没断啊，信愿念佛待业往生啊，但是他的能力呢那绝对不是小圣啊啊，不要说虚陀洹了，连阿罗汉，连全教菩萨啊，十法界的佛都不能相比。欸，他这个神通能力啊，几乎跟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的都差不多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蒙阿弥陀佛48愿愿力的加持啊，不是自己修行到那个程度，不是自己的能力。佛力加持
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自己继续在修行，修到呢自己断烦恼破无明了啊，那个时候的能力就是自己的本能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不是佛加持的了啊，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但是还没有断烦恼大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一般研究教下的法师呢，没有人敢相信，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怎么可能呢？你没断烦恼，你就是凡夫啊，凡夫就是在六道啊，那他怎么可能超越生死呢？你还没有破无明，你们还没有破无明呢，你是一生性的菩萨，不是同生性的菩萨。跟明心见性的菩萨就是不一样，那怎么会一样呢？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讲说，这桩事情呢，凡夫大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凡夫呢，他的神通道力跟佛一样，这个也不能说他是凡夫。那你说他是圣人呢，他一柄烦恼没断，那也不能说他是圣人啊，都说不上啊。所以祖师才跟我们讲啊，这个世界啊真奇妙啊，他那个奇妙啊就在凡圣统计图啊。因此呢，这个法门这部经啊，只要有人发心来修啊，十方诸佛都护念你啊，因为十方诸佛呢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呢，欠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呢啊，你心念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成佛是最快的啊，最近的一条捷径，大业往生啊，这是净土法门啊它殊胜之处。那么此地经文给我们讲呢，是通途法门，就是一般法门啊，你修行，那么这是毕竟啊要经过的途径，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五戒呢，它是讲证这个阿罗汉啊，这个是小圣的极果了啊。那么阿罗汉呢，我们也不要小看哎，他这个阿罗汉啊，小乘的圣人。我们现在呢都是修大乘佛法啊，我们现在学习的是大乘佛法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烦恼一品也没断啊，如果这个享受方面来讲啊，那我们差阿罗汉那差得太远了，他没有生死啊，我们还要受这个生死啊。那么阿罗汉呢，他这个身体啊，要让他存在这个世间存多久他就可以存多久，他不会死啊。什么叫了生死呢？就是他没有生死了啊，他这个身体可以自由变化啊。这个孙悟空这个七十二变啊啊，那在阿罗汉那边看起来是雕虫小技了，不足为道了，小巫见大巫了啊。那个阿罗汉呢 就很不容易了啊，虽然是小圣的圣者啊啊，但是也非常不容易了啊。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啊，佛的弟子还有两个没有入灭的啊，一个迦摄尊者啊，一个宾陀罗鲁婆多啊，一个是要把这个衣钵交接给567000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来我们这个世间示现成佛啊，把释迦牟尼佛的衣钵啊交接给他啊。那么另外一个尊者呢，他是跟外道比赛神通啊，被佛处罚呢，
不准入涅槃，啊，其他的弟子都会示现涅槃，他不可以，啊，他要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给末法时代的众生种福田。所以现在佛门呢，啊，七月农历七月啊，现在是农历七月呢，都有斋僧，啊，在大陆我是不太清楚，在台湾这个月份呢，啊，那斋僧是这个月份的一个啊，这个最热门的啊，最热门的啊，请出家人吃饭啊，不管是什么地方的出家人啊，认识的不认识的，通通请啊，只要他来吃就请客，请吃饭啊。所以有一些道场啊，他办了那个宴席啊，我，哦，那个桌呢，就几十桌、一百桌。那么一定要摆一桌呢，给宾陀罗鲁婆多尊者做的啊，摆一方碗筷啊，摆一桌菜啊，啊，放个调羹啊，放在那里。但是那个尊者呢，很多人他说，哎呀，这个尊者有来吃过了，那个动筷子动了一下了啊，我看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他去那边动就被发现了嘛。啊，所以这个尊者来呢，他一定不会让你发现他的身份。啊，但是有诚心共斋呢，他会来。啊，就是你不要有分别啊，不要说这个是我的师父，那个不是我的师父啊，你不要分别，这样去共斋啊，这个尊者就会来了，来应供了。啊，来应供的时候呢，你也不认识他啊，但是他一定认识我们。他很自在啊，啊，你看他这个身体要让他没有了，他就没有了，啊，这个身体呢，你正阿罗汉国的人啊，你身体把它烧成灰了，他等一下呢又会恢复原状，啊，我们说小圣啊，那我们这个我这个能力我们就办不到了，我们就不如他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阿罗汉的神通那是远远不能跟我们相比，啊，那是跟佛差不多了啊，跟那个等觉菩萨了、大菩萨的差不多了，啊，这是往生西方的好处就在这里。那么这个妄语呢，啊，要打妄语说我是阿罗汉。那么在经上讲啊，你能够供养一尊阿罗汉啊，你供养他一钵饭，哦，那你这个福报呢，享受呢是算劫的，啊，不是算几年的。啊，过去有一个樵夫啊，刚好遇到这个饥荒，啊，这个在经典上记载。那么他入山打柴呢，就是带了一个便当。他在路途当中呢，遇到一位尊者，这个尊者是辟支佛啊，比阿罗汉的层次高一级的啊，修十二因缘法正果的。那么经上给我们讲，阿罗汉一个礼拜吃一餐啊，他这个身体在世间呢，他一个礼拜吃一餐他就够了。那辟支佛是两个星期吃一餐。啊，两个星期再出来托钵一次，啊，古时候印度啊这些出家人都是实行托钵的，啊，那么这个樵夫啊也因缘非常殊胜，这个辟支佛去托钵呢，那闹饥荒啊，大家都没得吃了，托不到饭，啊，两个星期去托一次钵呢，托不到饭，啊，路途当中呢遇到这个樵夫呢，他给这个樵夫托钵了。啊，看他有没有东西啊，供养他吃啊。那个樵夫呢，就是自己带个便当啊，想入山打柴啊，吃中饭的啊。他看到这位尊者呢，这个到外面托钵都托了空钵回来了，啊，那么他就发个恭敬心啊，把他要吃的这个便当啊，供养这个辟支佛了。
啊，后来呢，这个樵夫就是生生世世91劫呢，不受贫穷饥饿的果报啊，生生世世呢都是生在富贵人家啊，不会生在那个闹饥荒的时候、闹饥荒的地区啊。啊，91劫呢不受贫穷的果报啊，供养譬如我一钵饭。啊、那供养阿罗汉呢也差不多有这么殊胜的功德。那如果打妄语、哦、说他证的阿罗汉果啦，那你想一想啊，那供养的人不就多了吗？啊，现在呢啊，不要说证阿罗汉果啦啊，现在啊都我听说都还有人啊啊，用我们建空老教授他这个名义啊，啊，去给人家化缘的都化的不少，啊，说他是这个老教授呢委派他来的啊，啊，欠大家花心的，啊、那么这个就犯了妄语戒啊，那么讲自己正果呢，这个犯了大妄语，啊，这个犯了大妄语。那么或者说像阿罗汉、啊、就是证得三果阿那含、啊、向着四果阿罗汉这个过程、啊、这个叫阿罗汉像、啊、或者讲像阿罗汉、啊、那么这个是三果以上了。这个都是犯了不可悔罪、啊、所以啊，自言我是罗汉，啊，像罗汉者，就是向着阿罗汉者，啊，这个阶段的，啊，这个三果圣人，那么如果跟人家这样讲啊，就犯了不可悔罪。那么若言我是阿那含，啊，这个是二果，啊，这个三果啊，阿那含是三果。断欲界烦恼界，欲界的烦恼断尽了，或者说我已经证得这个斯陀含，斯陀含是断欲界六品惑，欲界呢，欲界里面呢，我们分三界呢，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他这个欲界六品惑断了，证斯陀含就是二果，若须陀洹啊，须陀洹是断见惑尽，乃至向须陀洹，这个千讲是第一后心居足八忍至少一分。这个须陀洹的见惑啊，断证啊，就是他要断三界里面的88死。这个死呢，上一次我们跟同学大家学习过了啊。这个死呢，就是止死的意思啊。我们受这个烦恼的止死，我们不自在，得不到解脱啊。你到三界六道来受生死轮回啊，这个88死呢，止死你来的啊，等于说好像受他控制一样。那么欲界呢？啊，这个表解里面呢、啊，啊，我们同学可以看一下啊，这个表解啊，有分欲界。那么欲界、色界、无色界呢，下面都是以这个四圣地啊来把它排列啊，苦集灭道啊。我们看这个欲界下面呢，苦集灭道。这个苦下面呢，贪、嗔、痴、慢、疑、身、变、邪、见、戒。这个贪、嗔、痴、慢啊，这个我们比较常听。疑就是怀疑、疑惑。啊，怀疑什么呢？啊，圣教就是佛菩萨的圣贤讲的教诲呢，他不相信。
他有怀疑。那么这个是烦恼啊。那么再来就是身见，把这个身体当作是自己啊，这个见解呢也是错误的啊。见惑就是见解上的迷惑啊，见解上的错误啊。那么这个身，佛给我们讲了，我们执着这个身是我啊，佛说错了啊，这个身当中没有我啊。我的意思呢，就是你能够去主宰，你能够控制的，那才是我啊。现在这个身体呢，我们叫它不要老，它还是老啊；叫它不要生病，它还是生病啊；啊，叫它不要死，它还是会死啊。啊，这个就是没有我了啊，就是我们自己无法去主宰、去控制的。那么认为呢啊，这个当中有我啊，认为这个是我啊，这个是叫身见啊，错的。那么边见就是两边啊，两边啊，那么两边就是它的偏在一边的，叫边见啊。在古印度最具体的代表啊，就是一个断见跟常见。啊，断灭见呢，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如灯灭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人死了，什么一切都结束了啊，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不相信有轮回，他不相信啊，他不相信人死的呢之后呢，不是没有了，你是换一个新的环境，换一个身体。但是在古印度持这个断灭见的外道啊，他就不相信了啊，他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嘛，就消失了，哪有什么轮回呢？那么这一类呢叫断灭见啊，他偏在呢断灭这个见解。那么另外一类呢，他是偏在常见啊，常见就是人死了之后他相信有轮回，但是呢他执着啊，认为人死了之后呢啊，再投胎还是来做人啊。那么那一条狗死了之后呢，他投胎还是做狗啊。那个牛死了之后呢啊，他还是做牛啊。意思就是人永远是人，狗永远是狗，牛永远是牛啊，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互相转换这个事实啊，他认为呢他是固定的啊，这个叫常见啊。所以过去在台湾呢 啊有一些干坏事的啊，去杀人呐、啊，那么抢劫了啊，被判死刑了，那么都流行一句话啊，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二十年后啊，又是一条好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被你打死没关系啊，但是我死了之后，我很快就再来投胎了啊。那在二十年后，他又一条好汉了啊。如果死了，经过四十九天再来人道投胎，当然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啊。但问题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你这一生如果坏事干多了，那二十年后不是一条好汉了啊，恐怕到地狱啊，啊去观光了 啊。那么这一类的就是常见，那么这个叫做边界，边界偏在一边的，它这个错的啊。那么正确的就是六道轮回啊，它不是固定的啊，是随你的业造作啊，根据你这个阶段这一生造作的善业恶业多或少，那么决定你下一个阶段来生你到哪一道去的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
啊，但是古印度呢，就两这两种外道呢，也非常有名的啊，所以这一类呢，就属于边见，就是他的见解呢偏在一边了。那么邪见呢，这个就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偏差错误的见解，通通为邪见啊，不正确的。那么见起见啊，这个叫非果即果啊，他看到了啊，但是呢，事实上呢，不是那个结果啊，不是那个果报。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发财啊，那看到很多人发财呢，那发财是一个结果啊，但是他看到很多人发财呢，他见到的，就是根据他见到的，哦，这个某某人啊，他是怎么经营的，他是做什么生意的，啊，他的经营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啊，那么他认为呢，啊，他得到这个财富的结果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得来的，啊，这个是我们世间一般人呢，大部分都会在这个地方上迷惑的，啊，但事实上是怎么样呢？事实上，啊，我们冷静去观察，就看得出来啊。人家做这个生意，他做的赚钱了，那我们去做的未必赚钱，那可能又亏了老本了。那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嘛。啊，你看别人做那个生意，他做的很赚钱了，那你去做就不行啊。那那个方法跟他一样啊，啊，做的生意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他赚？你不能赚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所以过去这个钟茂生钟博士，他到美国学这个经济学的啊，有一次在澳大利亚跟我碰到了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他学这个经济学的，认识很多经济学教授，他自己也当教授了。啊，在昆士兰大学呢任教授，教经济的。啊，他说教人家发财的。啊，经济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就教人家怎么去经营工商业，怎么去赚钱，怎么发财。那人家花了，啊，但是呢，学了经济学的博士一个也没发财。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先发个财呢？都让别人发财呢？啊，难道这些方法他不懂吗？那他不懂怎么会去教人呢？啊，但是我们世间人总是认为，这个是发财之道，啊，见取见，这个非果即果，啊，这个不是这个结果，认为是这个结果。啊，见取见，啊，根据自己错误的见解看到的，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错的。啊，所以见取见呢是果上的偏差错误，啊，对于那个结果啊偏差错误。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发财之因，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那个才是真正的因，啊，真正的因素，啊，你现在用什么方法去经营，那个叫缘，啊，因就像种子，啊，加上这个缘，那你才能结果，啊，所谓因缘果报，
啊，如果你没有种子，那你用什么肥料啦，什么水分、阳光啦，那你怎么弄它也长不出来啊？你没有那个因嘛，你盐拼命加也没有用。啊，有了因，有了种子啊，加上这个盐，它就花了，它就结果了。啊，结果你就有报了啊，这个报就是你就可以去享受了。那么最后一个是借镜取见啊，借镜取见就是非因即因了，不是那个修因，他认为是修那个因，在因上啊错了。啊，比如说印度有很多人持这个牛戒、狗戒、鸡戒的。啊，他以为这样可以了生死，啊，持鸡戒呢，就是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呢，这个就站一只脚，啊，有修这个法门的啊。那么持狗戒呢，就学狗吃大便；那持牛戒的呢，就学牛吃草。那他为什么去学这个呢？啊，因为印度啊，古时候有很多修禅定的人。啊，修定的人很多，那么你心定到一个程度，你就发神通了。那么他在定中看到呢，哎，那个一条牛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一条狗死的，哎，升到天道去了；啊，看到那一只鸡死了，哎，那只鸡也升天了。啊，于是乎他认为，哎，这个鸡、狗、牛，它为什么升天呢？啊，那么他就去想了，哎，那个牛是都在干什么的？牛都是在吃草的呀。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就执着，哎，这个我们学牛来吃草啊，将来就可以升到天道去了。那看到那个狗升天了，那狗在干什么？哎，狗吃大便啊，啊，就学那个狗去吃大便，将来就可以升天了。啊，那鸡呢？金鸡独立啊，晚上睡觉都站一只脚，他就学那个鸡，啊，以为将来就可以升天了。那么佛出现在世呢，就给大家说明这个事实啊，就给大家纠正这些错误的见解。啊，说那个升天那个因呐，不是那个因。啊，他堕到畜生道去。是过去生造那个恶业，他堕到畜生道。啊，那么我们众生在六道里面呢，也有做好事，也有做坏事。啊，那么根据这个时间呐、啊，时节因缘啊，哪一个先成熟，那么哪个先报。啊，就好像我们种东西一样，你哪一个先种，哪一个先成熟，哪一个先收成嘛？啊，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你过去生造的恶业，哎，到这个时候恶业成熟了，果报现前了，堕到畜生道去了，啊，去受罪了。那过去生也有做好事啊，也有修善业啊。啊，那这个堕畜生道的恶报受满了，哎，他过去生修的那个善业在这个时候成熟了，啊，是这个原因呢，他升天的。啊，是根据自己过去今生所造作的善恶业啊，这个决定啊，往生到哪一道的？啊，是善恶业啊，十善十恶啊，在决定的。啊，不是学牛吃草啦，啊，学狗吃大便啦，学金鸡独立啦，啊，那个就是他把那个修的因呢、啊、搞错了。那么这一类呢，叫戒禁取见、啊，他也持那个戒啊。那么这个是苦，为什么会苦呢？在欲界的苦怎么来的呢？
欲界的苦就是有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起见戒见起见，这十种错误的见解造成了我们现在在欲界里面受这个苦。那么下面讲急，急就是集合的意思啊，苦是果，急是因啊。这个急呢，除身边界三识，除就是除掉啊，除掉身见边见戒见起见啊，这个三识啊，那么就是七识啊。这个表解下面呢，七识啊，这个苦是十识啊，在集啊是七识，灭同上啊。灭跟即是一样，也是七十。道啊，是除身见边见二十啊，这个欲界的道地啊，这个除身边二十是八十。那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表解，色界苦集灭道啊，也是排列这个四圣地，除嗔一时啊，到色界呢，这个苦地呢，除掉嗔恚心。一死啊，因为到色界呢，色界的天人就没有嗔恚心了，他不发脾气了啊。欲界呢还有啊，只是轻重不同啊，但是到色界就完全扶住了啊，不起现行了，所以有九死啊。那么即呢，除嗔身边界四死，有六死，灭同上也有六死，道除嗔身边三识七识啊，这是色界。无色界呢啊，苦集灭道同色界啊，跟色界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啊，合起来一共有八十八识。那么小圣呢，圣人啊，正悉陀还果，就是要把这个三界的八十八识见惑了，都断干净了，那么他就证得虚陀还果啊。在三不退来讲呢，他是证得位不退，他永远不会退落到凡夫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掉下来了。虽然还没有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他只有在人天两道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了。那么有人答妄疑了啊，说他证虚陀环了啊，这个虚陀环也不容易啊，他的神通道力呢也很殊胜啊。在经上讲啊，证得虚陀环这个圣果的圣人呢，他去种菜挖地，那个锄头啊挖下去呢，不会伤到土里面的虫啊，那个虫啊会自动离地三寸，不会伤害到它，有那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凡夫呢就不行了啊，我们凡夫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啊，一挖起来呢，那个蚯蚓啊就变成两段了啊。以前我小时候呢，在乡下跟我母亲种菜啊，就拿个锄头啊，啊，这个挖这个地，啊，那个锄头一下去呢，再上来呢，啊，常常看到呢，蚯蚓都变成一条蚯蚓变成两条了。那我们凡夫就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虚陀环它有这个道理啊，这是讲断见惑界，乃至向虚陀环啊，是第一后心。啊，这个表解也打出来给同学大家看。那么这个就是八忍八智断见惑。那么八忍八智呢，它这个具足八忍至少一分，就是这个八忍，这个表解啊，大家自己一看就明白啊。那么在这个八忍啊，还有八智。八忍跟八智的，他这个智还缺少一分，所以他是修行啊，向这个虚陀环这个位置将要达到了，这个虚陀环
向着西陀环这个果位了，啊，那么它缺少一分智，缺少一分，啊，那么这一分在具足啊，他就断了这个三界八十八识的结果，就证得西陀环果了。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啊，证得小圣啊，这个四果啊，这个是四果四相啊，这个是妄语。那么这个都是超越三界啊，或者将要超越三界的圣者。那么下面呢是讲这个世间禅定了啊，那世间禅定呢，虽然没有超越三界啊，还不能超越三界，但是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我们看下面啊，若得初禅啊，在签里面讲离身喜乐五支功德相应啊，这个五支功德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看表解啊。如果进一步呢，可以查这个教程法术啊，国学词典啊，在此地我们就不多加解释了啊。那么第二禅呢，是定身喜乐四支功德相应。第三禅呢，啊，是离喜妙乐五支功德相应。第四禅，舍念清净四支功德相应。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啊，那么这个是讲色界天人呐，啊，从初禅到四禅，啊，色界天人呢，啊，也都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持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啊，修这个除了修禅定呢，还修这个四无量心啊，就是这个达旺仪啊，说他得到初禅啦，啊，或者他得到二禅啦，啊，或者他已经三禅啦、四禅啦啊，他已经有四无量心啦啊，打这个妄语，若得啊。是无色界定啊，这个是四空天的啊。所谓虚空定是处定，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啊，这个是无色界天，无色界四空天的禅定啊，或者呢打这个妄语啊，他得了四空定啊。下面讲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啊，这个签里面给我们注解，此云迁来迁去即入习出习也的安那啊，有的经典呢翻作安那般那啊，这里翻译叫阿那般那念啊，这个安那般那就是迁来迁去啊，迁来迁去就是数习惯啊，属呼吸的啊，他这个用这个方法修定啊，那么属入习或者属出习啊，只能属一种，不能同时两种啊，不能呼也属，吸也属啊，你只能属呼啊，比如这个这一口气呼出去了，你就属一啊，呼第二口气属二啊，从一数到十。啊，周而复始，啊，一直数，心定在啊这个数习上，啊，或者呢数入习，啊，就是你吸，呼吸呀，吸进来一口气，啊，就数一，啊，也是一样啊，一到十，周而复始，啊，这样数，这个叫数习，啊，在印度叫安那班那。啊，那么不净观呢？啊，不净观就是观身不净，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呢，它是不清净的、污秽的，啊，让我们断这个贪心的，断这个贪心。那么这个
两观呢，乃佛法二纲入门，但应修习，不应云得。这个两种观呢、我们应该要学习啊，但是不要说我已经得到了啊，这个不应该这样讲啊。如果这个讲法呢，就犯了大妄语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跟人家讲啊？我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呢？就是贪求世间的名利恭敬。这样啊就错了啊，所以就变成大妄语了啊。所以只能修啊，不能说我得到了啊，不能这么说啊。那么这个也是教我们啊，不要着那个相啊。像证西陀梵国的人，他自己没有执着说啊，我证得西陀梵啊，你们通通还没有证得，他没有，心里没有这个念头。他真的证西陀梵了，乃至证四果罗汉啊，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金刚经》啊都看过，他不做四念啊，没有这个念头啊，修到这个程度了啊，他没有这个念头啊，我已经得到了啊。那如果有这个念头呢，他不是真正的西陀梵。不是真正的圣者了。所以这个不要这么讲啊，那么也是劝我们不要着这个相啊，你要修啊，不要着这个相。下面讲呢，诸天来到我所，诸龙夜叉啊，说这个我、这个天人啊都来到我这里啊，给我恭敬供养啊，还有这个龙也来了啊。夜叉呢在签给我们讲翻译做劫疾鬼啊，就是他的行动非常快啊。这个夜叉霹雳千亿云霹雳多此番主妇鬼啊，这个主妇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鬼寿命很长啊，有很多相貌呢都是老年人啊，像主妇一样啊，主妇都是比较老的啊，老年人。那个鬼呢，那个相貌呢很老，所以翻译做主妇鬼。皮色蛇啊，先讲啖精气鬼啊，这个都专门吸人的精气。修盘图啊，翻译做瓮形焰灭鬼，它那个形状呢像个瓮一样，它会压人的焰灭鬼。罗刹啊，先可畏鬼啊，就是你能看到呢啊，非常恐怖畏惧的啊，会吃人的啊。来到我所啊，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幻不可回啊。如果跟大家讲啊，这些呢，这个鬼神啊，罗刹啊，都来到我这里了啊，我问他呢啊，他答复我，他问我，我答复他啊，打这些妄语，那么多患了不可悔罪。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 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下面的经文。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